唱呀，最后一句就是该你了呀。彩虹果，只是跟气味样本在一起放了10秒钟，对，它所沾染的那一点点气味，在它拿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风吹散了，然后还要放到箱子里，扣上箱子是个密闭的空间，然后还要放到车里，关上车门，它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得是双层密闭空间。这个挑战我觉得真的无法完成。果汁在转，看到没有？果汁是有旋转的。是是是。哇，这个难度太大了，必须要一把入库才能完成。是。太帅了！府谷县位于陕西省最北端，地处晋、陕、内蒙古三省区交汇处，素有鸡鸣三省区之美誉。黄土文化和草原文化在这里辉映，长城文化和黄河文化在这里融合，闻名遐迩的七星庙传颂着千古佳话。浸染着四季烟雨的黄河母亲守望着滨河小城，雄伟的高寒岭，神奇的莲花山，令人流连忘返。高耸的孤山铁塔，壮美的浸陕大峡谷，让人感慨万千。抚州古城和二人台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四海宾朋，海虹果熟，黄米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陕西府谷欢迎您。
金秋的十月，秋高气爽，海红果熟，黄米飘香。哎，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乡村大世界》。本栏目由好肥根本不一样的根力多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陕西的府谷县。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和我们的农民朋友们一起来庆丰收。我觉得啊，哎，咱们这个《丰收中国》的系列节目，放在咱们陕西省的府谷县，那绝对是名副其实。你看看我们这里啊，万亩的海红果树，哎呀，万亩的枣啊，好吃，还有万亩的黄米地，香啊，一眼都望不到边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没错，我在来的路上嘛，不是经过我们黄河入陕第一湾吗？是啊。哎呀，你知道那些黄河鲤鱼啊，都跳起来啊，都水里钻出来，跟我挥手啊。Welcome to 福谷 ，Hello， come on， 来吃我，来吃我，来吃我。这就证明我们府谷有多热情，是不是？没错。哎，说到咱们今天这个录制现场啊，我可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好的来介绍介绍。咱们今天的所在地是陕西省府谷县的莲花山景区。这里呢地处陕、晋、蒙三省区的交汇处。站在这儿啊，你可以感受一脚踏三省区的意境。咱们莲花山的丹霞地貌五彩斑斓，状若莲花，所以得名莲花山。它的这个地表的这个基础色调呢，跟黄土地貌呢是截然不同，不一样啊，它红色一层，白色一层，层层相叠，当地人呢亲切地称它为五花肉。这里啊是三省区的交汇处，没错，所以呢这里聚集了多元的文化。哎，你像有草原文化，对，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哎，农耕文化，哇，晋文化，走西口文化，哇，是吧，还有吃文化。哎呀，你说这吃文化，等会儿不知道这吃啊。刚哥、吃什么叫吃文化？吃你看，这一想到这俩字儿，我就想到吃的啊，叫美食文化啊。这还差不多。对，美食文化，这边美食太多了。那是，咱们府谷真可谓是人杰地灵，没错，名人辈出啊。我考考你，刘哥。你考我。咱们府谷都有哪些名人，你知道吗？哎呀，你说这府谷的名人吧，真的数不胜数啊。你要我一一跟你说吧，这个我也说不全啊，您太多啊。是啊，是我给你请来一位名人啊。请来了，好吧。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上场，我们府谷的大名人。我养家一担重量，忠心报国，我舍台就乃府谷人士，请我出来迎火王将。佘老太君好。老太君您好。这位啊，可真真正正的是我们府谷的名人呐，一代忠良。是，看到没有？龙头拐杖啊，那可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呐。名山你要小心了。你害怕了吧？我怕什么？对吧，我又不是什么好人，对不对？别，不是，交代了。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对不对？再说了，我呢也有名人给我撑腰。掌声有请王向荣老师。好，谢谢。我这么好，你听好，舌苔挺好。正儿八经回到家乡了。说实在话啊，我这歌从哪儿来？从哪儿？就从这火河边上来。对了，而且呢，唱二人台，这桥头是窝子，用洋气的话就说是孵化基地，叫窝子。对，40年前，对，我初学二人台，就在桥头训练了3个月。40年回来了，桥头的乡亲，你们好，太想你们了。40年，说就2秒钟，对，但是。中间经历了多少的风风雨雨？没错，我们的王向荣老师也是从这里，唱到了中南海。哎，
这个给国家领导人演出，对，还唱到了国外，啊，还唱到了国外。国外，这个王向荣老师啊，这个您既然来了，在这个地方唱一首歌，我觉得最合适。对，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你。宝刀未老，大家说对不对？那是啊，哥哥，怎么样？王向荣老师，我找来的。王向荣老师是什么呢？啊，大艺术家还用你找啊？你有本事啊？啊，你就在我们民间，对吧？发掘一些我们民间的乡村好声音出来。哎呀，我就知道，你就在这儿等我呢，啊，我早就找好了。下面我就请出一帮年轻人，让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大家说好不好？哦，这改编的很有味道啊！是的，既有流行音乐的色彩，然后又有我们陕北民歌的那种豪放，然后粗犷，还有那个悠扬的感觉。哎呀，真的太厉害了！在我们陕北，人们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陕北民歌来倾诉、来表达。哦，陕北民歌呢，可以说土的掉渣，大的雄奇，美的撩人呐！哎呀，明山啊，那个有个不情之请，就是能不能让他们教教我，我也学习学习。学陕北民歌，他都有要求啊。第一，他得瘦。对不对？再一个呢，他的声音他得高，声音高，你高不高？高高高高吧，高。行，那这样，既然刘刚想学，这样咱乐队来上几位老师，来上两位刚才唱来唱歌，来，这样来，咱们这么站，那你来，你是学生嘛？你让三位老师依次给你教，好，他得循序渐进往过递，明白吗？好。掌声鼓励一下啊！掌声鼓励一下啊！这第一次，大姑娘出嫁头一回啊！准备好啊！下大大的那个开花哟，红个爷爷，毛主席领导咱大江山。唱呀，最后一句就是该你了呀。你嗓子不是高吗？大江山，太高了。你刚才不是你高吗？但这个太高了啊。那个地方太高了。来吧，那我们接着来啊。下大大的那个开花哟。我个爷爷，毛主席领导咱大江山。毛主席领导咱。唱。去！你过来。哦，换了这来，太高了。前面两句还行，前面两句我觉得调还行。下大大的那个开花哟，我个爷爷，毛主席领导咱大江山，毛主席。我换到哪儿唱都这一句啊，是吗？你有没有一点功德心啊？我好不容易想学陕北民歌，你到哪儿都让我打，你打死我得了。你们这明显是组团欺负我，你真以为我来陕北我们没人是吗？王春燕，有人欺负我。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谁欺负你？就最后那一句，他们欺负我，唱不上去，你替我唱。我替你唱啊，好吧。行，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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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王春燕，高音不是强项啊！我跟你说，他有一首歌在网上，那红了不行啊！啊，点击率大家知道多少吗？3亿多！我跟你说，相当于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呀？就是全国人民有1/4听过他的歌。哇！
那厉害了，厉害吧？厉害厉害！王春燕，今天现场给我们唱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当然可以，因为呢，我也是陕北人，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到府谷，当然要为我们可亲可敬的府谷的老乡朋友们献上一首歌曲。好，来，我们掌声欢迎，好不好？轻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的设计那些情节。我一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人家演也能看见。听完王春燕唱的这首歌，我都已经忘了原唱咋唱了。怎么想到要改这首演员，改成陕北民歌的风味？这首演员呢，是我在星光大道总决赛上冲的一首必唱歌曲。当时冲到这首歌呢，我还挺高兴的。我觉得演员肯定是让我在表演。演戏。对。当时呢，那个主持人就问我：“你会唱这首歌吗？”我懵了，我说：“原来这是一首歌。”回去以后我就赶紧听，然后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就不用参加比赛了。因为这首歌呢，的风格和我平时演唱的风格，是跳度太大了，我觉得我唱不了。比你那是个通俗歌曲。对，对，平时呢，大家都知道我是擅长高音的，而唱的是民歌。后来我实在没办法，因为比赛就是比赛嘛，必须得要唱，最后就唱成大家刚才听到的这样了。好听吗？谢谢，谢谢大家。这也是被逼的，误打误撞。是是是，真的是这样，一下就火了。我其实当时也没想到这样，现在大家都不叫我王春燕了，叫我演员。还有人叫我姐呆点儿。姐呆点儿。哎呀，真的非常厉害啊！这首歌你唱的除了有陕北民歌的这样一个味道，还有戏曲的韵律在里面。因为我是陕北人，我用了一些陕北方言，还有陕西方言。从小呢学过戏曲，这个里边也加了一些戏曲。还有人说，他听我这首演员呢，听出来一些二人台的味道。对了，这说到二人台啊，在我们府谷，人人都能唱上两句。而且据说啊，是有海红果的地方啊，就有二人台。这说到二人台啊，那不得不把王向荣老师请上来了。王向荣老师，王老师来了。那个王老师，今天啊，这位晚辈呢，他也学过二人台。那就请二位老师给我们演唱一点二人台，好吧？好，好，我们掌声欢迎。谢谢。原来是我那个花花
欺负隆冬呢？哎呦呦！巴不那个隆冬，你们你二女，那几个可都也都欺负。花枝花花花花花花开，花开花开花开又生。县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通过推进万亩设施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以及一村一品工程建设，形成以地方农作物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府谷粮食产量再获丰收，总产值超过1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000多元。黄米海红果已经成为府谷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农产品。海红果树是我国稀有果树品种，在府谷已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目前全县海红果园5万亩，年产海红果4万多吨，并开发出多个种类的深加工产品，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现在正值海红果的丰收季节，我们乡村大世界的两位体验嘉宾与当地的果农朋友们一起庆丰收、共联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海红果大历史挑战赛。电机前呢，和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啊，是我们的府谷县的金沙滩。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丰收中国。看到这个海红果大丰收，没错，开不开心？没错，现在啊，正是我们海红果丰收的季节，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和我们的果农一起共联欢庆丰收。我们在现场啊，特别举办了一个海红果大力士的挑战赛，大家有没有信心拿大奖？有！喊响我们的口号就是：丰收大擂台，有难你就来。海红果大力士挑战赛，挑战规则：现场会装有不同重量的海红果，挑战者背起的重量越大，获得的奖品越多。每位挑战者仅有一次失败机会，成功者可选择继续挑战，累计更多奖品。现场有没有大力士愿意来挑战的？有没有？有，你先这位，戴眼镜人，怎么称呼您？刘峰。刘峰啊？对。哎呀，本家30行不行？行行，我试一下，试一下，好吧？掌声鼓励，加油，好吧？加油！哇，厉害厉害厉害！要不要继续往下挑战？继续继续，很爷们，实际上差5公斤，差不少啊。啊！要继续，来来来来。如果40公斤站不起来，就没有奖品了。要继续，要继续，要继续，要继续！陕西人就是这样，要继续。慢一点，别打出来啊！啊！有没有脑子缺氧的感觉？有冒星星，有冒星星是吧？哎呀，真的太厉害了！你很顺利的完成了3个挑战，休息吧，好不好？你要再挑战就没奖品了。我试试可以不？50公斤啊，要不要？要。来。好。好。好。哎呀，失败中了。勇于挑战，我觉得是我们陕西人的这精神。
来，我们接下来要选位女士上来挑战。刘英，你要女的？我是女的。啊？哎，这位那个女士，怎么称呼？我叫刘翠花。哎呀，又是一个姓刘的。女生要从25公斤开始，您可以吗？可以。可以是吧？翠花。翠花。翠花。还要不要继续挑战？继续。巾帼不让须眉，来。喊好名字。翠花加油！翠花加油！加油！加油！啊！你要是35公斤背起来，你让很多爷们都不敢上来。这样。啊！真的铁娘子，要不要再挑战？那大家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好，哎，很好，很好，很好。齐，齐。哎呀！现场我们还有没有人来挑战呢？大叔。来，那您从哪开始？直接就50嘞！他说直接就50嘞。这位大哥，您可真是老当益壮，一上场直接挑战50公斤。如果挑战失败，那可要空手而归了。我们给和平大哥加油！50公斤的重量，年轻人都没能背得起来。大哥，你可要加油了。没事，没事，起，起。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成功吧。成功，成功。来，大哥啊，这个先给您啊，继续挑战，有没有信心？有。虽然50公斤的重量已经挑战成功，但这位大哥依然觉得信心十足，想现场增加至55公斤。他到底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一起为大哥加油吧！好，我们的和平大哥准备就绪了，预备，开始。大哥挑战成功！哇，我成功了，我成功了！看着如此丰厚的奖品，你是不是也跃跃欲试了呢？刚才那位大哥直接是50公斤，嗯，我也试一下吧。50公斤啊，不是50斤啊，试一下吧，试一下是吧？好，试一下。来，林山，你发现个问题没有？现在只要一来就奔着50走，哎，预备，开始。加油啊！加油啊！哎呀，浑身都在颤抖。哎呀，太可惜了，小伙子，你可要加强锻炼呐！这50公斤的重量还真不是那么好背的。哎呀，这太阳很晒啊！是啊，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玩半天了，嗯，我们累半天了，咱自个儿也能弄两瓶喝，咱弄两瓶喝，好吧？咱俩比一比，好，好不好？我们俩比一比，好不好？看着乡亲们玩得如此开心热闹，刘刚和赵明山也自告奋勇地加入到挑战当中，他们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你是从30开始的？对啊，对，我又比你强壮一些。是，我从25开始。刚哥，别硬撑，实在起不来就坐。什么叫硬撑啊？我除了吃东西硬撑，别的我都不撑。刚哥加油啊！加油！
我说刘刚，25公斤的重量就给你压倒了，你可要让现场的美女们笑掉大牙了。啊，反了是吧？哈哈，我说刘刚，你还是别搞笑了。哎，通过这一场庆丰收大擂台的比拼，我们不仅感受到福谷百姓的热情豪迈，更从一张张果农的笑脸上体会到他们丰收的喜悦心情。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欢迎全国的朋友来我们福谷品尝我们美味的海红果，感谢一下根利多对本环节提供的奖品支持，谢谢。海红果熟，香飘万里，陕西福谷欢迎你。本栏目由好肥根本不一样的根利多独家冠名播出。哎呀，怎么样刘刚啊，哎，你白长这一身腱子肉了啊，啊那么点重量你都背不起来，你还好意思说我呢？啊，你这啊这么大高个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啊。我不是奔着奖品去的。哎呦，你就吹吧，你还不是为了拿奖去的，那你为什么去啊？我呢，是去准备道具去了。啊，来上道具。这就是你准备的道具啊。是啊，你是要表演绝技吃海红果吗？吃海红果叫绝技吗？那太简单了，一口气吃100个也是绝技。不是不是，来有请我的牛人上场。哇，我最喜欢狗了。来高队长，咱们做个自我介绍。我是高荣，来自福谷县公安局警犬训导队。啊，这是我们的训导员令欢，这是警犬八公。那么接下来面对100颗海红果，警犬八公将会接受什么样的挑战呢？为了公平起见，我们高队长还有先回避一下。好好，来我们把道具呈上来。现场工作人员拿出平常警犬训导所用的气味样本，然后取出0.01克密封在容器当中。现场观众任意指定场上一个号码，然后将密封的容器隐藏在指定号码下方。警犬八公要在60秒时间内将装有气体样本的密封容器找出，只有一次挑战机会，未找到或超时将视为挑战失败。请我们的警犬八公上场，技能展示开始。走。究竟这条八公能不能在现场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寻找到那个0.01，而且还是封到塑料瓶子里，是的，盖上盖儿的那么一点点小的样品，没错，气味几乎是散发不出来。嗯，0.01克的气味样本被密封在塑料容器中，气味将很难挥发出来。再加上现场100颗海红果香味的干扰，警犬八公能否把握住仅有的一次挑战机会，在60秒时间内准确地找出被密封的气味样本呢？实际上现场啊跟平时训练的环境还不太一样，对，现场一个是人比较多。好的，哦，然后是有发现吗？嗯，93号。哇，他哇他把刨出来是吗？哇，他拱的这个，哎，对吧，嗯，93号这个地方，嗯，观众应该很清楚了，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嗯，93号。有了这样的警犬，犯罪分子再狡猾，我们依然能找到。这个才0.01，而且瓶子是密封的。掌声再次给我们的八公鼓励一下，谢谢你们啊！只有你们，是训练出这么灵敏的警犬，犯罪分子才无处遁逃。刘刚，哎，刚才这个基本技能，你是不是已经都瞠目结舌了？哇，真的，因为以前都是看电视上有这个画面，但是没想到。它的灵敏度能达到这么高吗？刚才呢才仅仅是基本的展示项目，接下来我们要真正的挑战。还有更高的挑战吗？来上道具。在100个目标当中，警犬八公能够迅速寻找出被容器密封的0.01克气味样本，这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接下来难度继续升级，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好，接下来我们这个挑战项目呢，是寻找被气味样本感染过的目标，先选出两个海红果，我来挑两个，和这个气味样本呢接触十秒后立即隔离。就是现在我要把这个放到这个带有气味样本的这个瓶子里面，对对，是吧？十秒钟，我们一起倒计时，好不好？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好，这是一个，这是两个。我们请刘刚把这两个海红果放到任意两个箱子当中，并做上标记。好，放了一个，接着再放一个。有请我们的李一，把剩余的八颗也都放上。原地打乱顺序。啊！我已经不记得我那个放哪儿了。那个就在那里面放了十秒钟。是。然后现在还要用箱子给扣上。这个还不行。还不行吗？我们还要增加难度。还要怎么增加难度？已经扣到箱子里了。场边那儿已经准备好了十辆汽车，要把这个箱子随机放到汽车上，关上车门，然后让我们的警犬去搜寻海红果。只是跟气味样本在一起放了十秒钟，对它所沾染的那一点点气味，在它拿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风吹散了。然后还要放到箱子里，扣上箱子是个秘密的空间，然后还要放到车里。关上车门，它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等于是双层密闭空间，再加上车子本身它有汽油啊、机油啊，有很多其他的气味的干扰，这个挑战我觉得真的无法完成。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呢，我们的警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当中完成了各种破案工作，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挑战极限，挑战不可能。我们现场。已经准备就绪，请问两位教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挑战开始。走。现在我们的林欢带着我们的警犬已经开始了挑战，围绕着第一辆车转了一圈。走。他每辆车都要转一圈。但是我说句实话，像这样的挑战，我真的不敢相信他能够成功，真的，我替他捏把汗。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它并不是说真正的把气味样本放在里面，对，而只是一个沾染过气味样本气息的海红果，是是是，而且沾染的时间又很短，十秒钟，这个对于警犬来说难度很高。前三辆车都没有吗？他不会错过了吧？狗狗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就是正常的工作，他不知道我们给他的工作增加了多大的难度。没错没错，双重密闭的空间啊，而且今天的风好像也比较大。哦，狗狗坐上了吗？确定了，确定啊。丽华确定吗？确定。四号车，四号车，四号车。来，有请我们的李一小姐，四号车。他开始觉得很兴奋，有没有？他站起来看。实际上，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给出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随机已经打乱了，我已经不知道我拿的那两个海红果在哪里。双重秘密的空间，再加上汽油啊、机油啊，包括风的因素啊，实际上今天对于狗狗的挑战的环境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于挑战的环境，难度太大了，不可思议的一个挑战。对，我也紧张，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的警犬技能越高，破案率肯定会越高。真的，我希望它可以100%的成功率，因为这个对于犯罪分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慑，是犯罪分子无处可逃。按照规则，两个目标样本必须全部找出才算成功。目前仅剩下八号、九号、十号三辆车没有搜索。警犬八公能否克服重重干扰，挑战成功呢？还是没有吗？啊，没有。他不会错过了吧？
实际上刚才打乱了之后，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在哪一辆车里。对对对。好，九号车确定吗？李欢确定。好，九号车来，有请我们的李怡小姐。虽然说锁定了四号车和九号车，但是说心里话，不知道他给出的答案是否正确，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在哪个箱子里，然后又到了哪个车里。嗯，完全不知道，我们只有看最后的结果。对，搜索完毕。确定吗？令欢确定。还需要再走一遍确认一遍吗？四号车九号车不需要。现在被气味样本感染过的两个目标样本已经全部找出，但是仅仅与气味样本接触10秒钟的海红果，在经过保险箱、汽车车厢的两层密闭后，又受到现场其他气味的干扰，最终警犬八公的判断是否准确？四号车和九号车里的海红果是不是被气味样本感染过的海红果呢？好的，现在我们警犬锁定了两辆车里的箱子，一个是四号车，一个是九号车。我们请两位礼仪小姐把四号车和九号车里的箱子拿到我们的身边来。好的，现在两个箱子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但是究竟这两个箱子里的海红果是不是气味样本感染过的海红果？对对对，不得而知。嗯，这个箱子是我们四号车里的箱子。对，这个箱子是九号车里的箱子。没错，我们先从四号车开始。来，礼仪小姐请开箱。这个海红果是不是被感染过的那颗海红果呢？上面的字儿是有还是无？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一起计时。哎呀，3秒好不好？你紧张死我了。来，一、二、三。是油，找到了，怎么样？哇，厉不厉害？真的确实蛮厉害的，但是这才是50%。第二个箱子，九号车里的箱子是不是也同样是这个被感染过的海红果？我们也不得而知。请开箱。好紧张啊！刘刚，请揭晓。同样，3秒钟计时。一。二、三，耶！哎，你赶紧揭晓，你紧张死我了。我也紧张，我怕万一是五怎么办？你赶紧。三，有，恭喜！太棒了，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其他剩余车辆当中的箱子拿出来，我们来验证一下其他车辆当中箱子的海红果的标记是有还是无。无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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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哎呀，怎么样，我这牛人牛不牛？牛，那是，这个非常牛。嗯啊，但是呢我也请了两位牛人啊。我接下来挑战跟车也有关系。什么挑战呢？这个挑战非常之刺激。嗯，所以说啊，我先带你到场外去好不好？啊，先让你感受感受，然后我们再回现场进行终极挑战。好，滔滔黄河环绕而过，万里长城横亘东西，府谷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为发展乡村旅游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黄河沿岸的区位优势，建成以墙头和气冷为主的农业旅游文化园区，实现单纯农业向农业休闲旅游产业的成功转型，重点扶持一日游示范村、农家乐示范户、农产品深加工等项目，在满足游客吃住玩乐的同时，切实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让当地农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敞。今天我们的场外挑战就放在了府谷八景之一的五虎山景区，这里山色迷人，景色秀美，
是游客一览黄河雄伟壮观的最佳场所。那接下来在这里到底要进行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挑战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五虎山风景区，在这里呢将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挑战。说这么悬呢？哪有牛人，现场都放不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把，哪有牛人啊？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乖，我的天哪，乖，这太突然了啊！是不是很惊心动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那经过现在，你准备好了吗？不带这么玩了，我心脏不好。我准备什么呀？我是问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干嘛？我准备主持。你准备上车呀？我上车？你上车干啥？上车感受一下。我跟你说，你确定啊？没啥事儿。不上汽车非好汉，你上去以后老遗憾了。出发，出发。怎么样，明山兄？明山兄怎么样？感觉如何？有没有很刺激？你想不想下来？不想下来，再来两车。我下来，我要下来，我再不坐这个车了，我再不坐车了，我就。我帮扶一下。有没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是不是很刺激？我跟你说，我曾经坐过这个车啊。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是你的五脏无法跟着你的身体运转，是你感觉五脏在这里，你的身体已经到这里，很刺激，太刺激了，对吧？你确实惊心动魄，是吧？我服了，但这就是牛人，我服了。这不算什么啊？这次你上啊？不是你上、啊？不是，你要这回咱谁也不上，好吧？因为接下来的表演太危险了，对，我们感受刺激就好了，好吧？看他们的好啊！挑战项目一：停车入位。两位挑战者驾驶两辆汽车同时出发，在高速行驶中瞬间停入指定车位。还是皮毛，还有更厉害的，还有绝对让所有的观众瞠目结舌，哇，好吧，我们期待更精彩的表演。挑战项目二：单边行驶。挑战者驾驶汽车经过单边桥，使两轮悬空，仅靠方向盘来控制车辆平衡。仅靠两个车轮把汽车行驶这么远的距离，真是为他捏把汗呐。差一点啊，刚才的单边行驶都已经让人心惊胆战了，现在又要上人，太不可思议了。
不会吧，这个我都没见到。祖谷不愧是人杰地灵，藏龙卧虎啊，这是民间有高人，奇绝在乡村。哇，厉害吧，太帅了。哇，太牛了，哥们们，佩服佩服佩服，真的兄弟们。怎么明天玩的刺激吗？刺确实刺激，他们把我玩的也挺刺激的，我觉得是吧？我跟你说，这都只是热身，这还是热身。对，咱们待会儿回现场，还有更刺激的，好不好？好，好吧。哎，回到主现场。本栏目由好肥根本不一样的根力多独家冠名播出。哎呀，明山啊，啊，怎么样，刺激不刺激？太刺激，我现在头还有点晕呢。我跟你说，接下来的挑战更刺激。来，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李鱼，来自陕西咸阳。大家好，我叫林山，来自广东韶关。这二位就是我们的挑战者了。我跟你说，他们马上要在现场进行他们的终极挑战。而且我告诉你，嗯，他们跟我们的伏骨有着很深的渊源。哦，有什么渊源呢？能不能等我挑战完了之后再来告诉大家？可以，先挑战，好不好？停车入位，挑战规则：两位挑战者将各自驾驶一辆汽车，用两辆汽车的后保险杠加注一瓶海红果饮料，再进行倒车入位。在挑战过程中，挑战者不能下车，不能进行语言交流，饮料瓶掉落、挤爆以及轮胎压线均为挑战失败。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场中的车位全长8.7米，而挑战者所驾驶的两台汽车长度总和约为8.5米，两者仅相差0.2米。在倒车过程中，操作稍有不慎，就会撞到停车位两边的汽车，并且在倒车入位时，两车速度稍有偏差，饮料瓶将很可能被挤爆或者掉落，导致挑战失败。现在，两部车的车尾已经顺利地夹住了这一瓶海红果的果汁。我们的终极挑战倒车入库开始。哦，他们是在给对方信号。他们在整个的操作过程中是不能通过语言来进行沟通，所以说喇叭声是他们两个人互通信号的唯一的方式。喇叭是我来告诉他是他该停车了，或者是该放慢速度了，这是我们之间一种的特有的暗号。关键的问题最大的难度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两辆车必须非常非常的同步。对，任何一辆车快的或者是慢的都会导致挑战的失败。车要转弯吗？是啊，车子如果要转弯的话，那个果汁不会掉吗？天哪，你发现没有，果汁在转，看到没有？它两辆车错车的时候，是果汁是有旋转的。是，哇，这个难度太大了，必须要一把入库才能完成。是，这个难度太大了，什么时候打轮，什么时候回轮，这个精准度要非常。哇，看到了吗？两个车完全错开了。哇，这个在什么点打方向都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个难度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两辆8.5米长度的车，然后要停入一个8.7米长的车位，太难了。这个难度是可以想象的。是的，两边一边各有10公分。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这个要所有的点都非常精确，距离感要极强才可以完成。哇，这个距离太难把握了。哇，就差这么一点点。
失败了。李玉，你动早了。是信号出问题了，还是产生误解了？信号出问题了。是他按错了，还是你反应错了？我反应错了。非常可惜啊。由于两人的配合出现失误，导致果汁掉落，第一次挑战宣告失败。他们将回到起点，重新开始挑战。来到这个场地是第一次，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在室内，是那种光滑的路面，现在这都是砖块，很不适应，对我们的行车会增加很大的难度。只有一次机会了，心理压力会更加的大。两人是否能够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挑战成功呢？第二次挑战马上开始。实际上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难度非常高。对，8.7米的距离停入总长度8.5米的两辆车，对，实际上难度是非常高的，只有20公分。不要说两辆车尾对尾了，就是一辆车给我俩留个20公分往进倒车，倒不进去，倒不进去。每一次在他们转方向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彩虹果汁饮料在这个两个车的结合部滚动，在滚动啊。这每一步你都觉得啊，充满着惊险刺激，生怕它碰到车。车距真的很小很小，只要一点一点的进行的微微的调整。哇，太刺激了！这次我看感觉差不多。挑战完成。妈呀，这提着位置人过不去。好，那么挑战结束了。刚才呢，李鱼说他跟咱们府谷还有一定的渊源，到底是什么渊源，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李鱼是陕西咸阳的，他的姥姥姥爷是这边的，所以逢年过节呢，这个鲤鱼都会来这边看望姥姥姥爷。对，是的。有一次他就听说啊，这边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孩子，所以说他今天来这边呢，也是带着他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来到我们挑战的现场。鲤鱼可以跟大家说说你的愿望是什么吗？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挑战，来到这个舞台上，可以带领这群特殊的孩子跟我一起来到这个舞台上面，展现他们的才华，希望更多的人来关爱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李鱼口中的这些孩子们就读于府谷县特殊教育学校，他们都是患有身心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虽然这些孩子们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是却在某一方面很有天赋。已经从事特殊教育29年的王莲老师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经过他的悉心照顾和培养，他的第一批学生有2个考上了大学，7个考上了中专，现在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并且有了家庭，也有了健康的宝宝，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每当说起自己的学生，王老师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说，虽然这一路走来很坎坷，也曾经很多次想要放弃，但是每次看到孩子们天真的眼神，就会让他再次坚定自己的初心。到底王老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王老师好。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特殊教育的？我是从1988年开始，那时候全部就是聋哑孩子，他们从开学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放假才回家，孩子们跟我住在一块儿，所以孩子们的吃喝拉撒、洗衣做饭
全部就是我来负责。那个时候您才多大年纪啊？那个时候我是25岁。25岁，实际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25岁可能，大学刚毕业，没错，有的还像孩子一样。是，您就已经要开始照顾这么多的孩子吗？那您平时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您的孩子应该对他的关心很少，是吗？我就是负责教聋哑孩子吧，我的老公负责主持家务，孩子由老公来带。您和老公是怎么认识的？经过王丹的妈妈介绍认识。当时王丹的妈妈给介绍的时候，她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我没什么条件，但是必须支持我的这个工作啊。当时最后吧，王丹的妈妈告诉我说她同意了。我们就在学校的食堂简单吃了一顿饭，就是我们学校的50多个教师，就是大家一起吃一顿饭。对，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已经结婚了。是穿婚纱了吗？没有。你觉得遗憾吗？我感觉也不遗憾。您的学生他们现在状况都怎么样？他们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去了中专学校，毕业以后政府把他们都分了，现在特殊教育学校的很多孩子已经走上社会，走上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王丹是我第一批学生，他妈妈就是您的媒人。对，他现在也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哎呀，我觉得这就是爱的代代相传，您把您的爱传给了他，他再来把他的爱传递给后面来的这些孩子们。是是是，实际上真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我们再次用掌声给他们送去祝福，祝他们生活幸福甜蜜。王老师的学生们今天呢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而且呢也给王老师准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礼物。我们请王老师转过身去来。好，王老师请转身。你咋就来了？你不是昨天是你不来吗？咋就来了？老公说不来的，但是我们把孩子们想要给你送一份礼物的这样的想法，告诉你的老公之后，实际上他挺感动的，实际上我们也很感动。刚才也说了，你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准备，仪式很简单，虽然嘴上说没有遗憾，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说，到任何一个年纪都希望自己在最美丽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刻可以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婚纱。对，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婚礼。所以说今天你的学生特意给您准备了一件婚纱，先请我们的学生们给我们的王老师穿上好不好？哇，老婆跟着我整整26年了，为了咱这个家庭，为了你这特殊教育工作，我在这里道一声你辛苦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让你穿上婚纱，今天站在乡村大世界的舞台上，我想对你说一声，老公也不善于表达。老婆，我永远爱你。谢谢老公，只有你爱我就可以了。还准备礼物了？送礼物！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府谷像王老师这样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们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不辞辛苦，不计回报，用爱心点亮孩子们的希望，用付出换来孩子们的幸福生活。
这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特制了这一幅图，送给乡村大世界栏目组，对我们学校这个关心和支持，以表谢意。哇，谢谢谢谢，真的珍贵的礼物，受之有愧。嗯，因为说心里话，王老师跟很多像您一样奋斗在特殊教育战线上的这些老师比，我们做的还很少。是的，这幅画送给我们乡村大世界，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鞭策。嗯，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会更多的去关心和关爱这些需要帮助的特殊的孩子们。对，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展现他们的才华，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的才华。对，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关心关爱支持我们特殊教育学校这些孩子们和老师们。谢谢。是的，我想跟所有的特殊的宝贝们说，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对，你们也很优秀。嗯，衷心的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健康。金秋的十月，硕果累累。是的，又是一年的丰收季，海红果熟，黄米飘香，陕西府谷欢迎您。本栏目由好肥根本不一样的根力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要感谢中共府谷县委、府谷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讯网、农讯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朋友们，再见，拜拜。